先生，您今天来是要做植压还是油压还是脸部美容？哦，今天想做脸部美容，我很久没有做脸了。你没有帮男士做脸吗？哦，有啊。那太好了，你帮我做做脸好了。那我们做脸有做脸的师傅哦。哦，那不是你吗？你就很好啦。抱歉，这是公司规定哎。哦，那你找我们做脸的师傅来好了。嗯，好，那我就帮你请。好，谢谢。稍等。哎，你要做脸是吧？先生，你要做脸啊？喂，我是做脸的师傅哎，怎么差那么多呢？我就是师傅啊，不要怕。你年纪那么大还做脸啊？哎呀，你看起来我像几岁？看你最起码七八十岁啦。对呀，看起来七八十，其实我一百多了。啊，保养得多好。你常常做脸？我常常自己做脸，帮客人做脸一流的。有经验吗？有没有执照？有执照。证书呢？证书。等一下，做脸要有做脸的证书的。有，我有证书，这是政府颁给我的，你看看。台北市殡仪馆化妆，从殡仪馆化妆就跑来这边做脸。哎呀，拿错了啦，那是我最早期的时候啊。后来我就出国去了，没有问题了。现在的化妆跟以前这个整个美容都不一样了。美容？那做脸呢？我手工很细的。你看，算了，不要怕，先生，真的很棒。做完了以后，就像刚刚那个小姐一样漂亮啊。她也是你做的吗？她是我做的。哦，我做的好啊，每次做她的时候，她好开心啊。哦，那这样，那做脸是不是应该要先躺下？又要躺下？你们男人真坏，每次就叫人家躺下。喂，是我躺下，你躺什么？那你躺下。不要怕，真的会啊？会，放心，放轻松。我先把你热敷一下。啊，那你脸热热的。哎呀，脸好大。哇，好烫啊！你拿什么东西啊？这什么东西？拿袜子啊？好臭啊！哎呀，我拿错了，这是我刚刚在消毒我自己的袜子。袜子拿来，我敷脸。放心啊。干嘛？你到我捧着吃啊？不是，我听到那个音乐，我自己受不了了，实在太感人了。你现在到底要不要帮我做脸呢？你要做脸，要做。那我不要做了，不要做了。先生，给我一次机会嘛。你不要老往我鼻孔啊！不会。刚刚讲，我帮你敷脸好不好？保养一下。先帮你贴一贴，有没有感觉很舒服？嗯，怎么那么辣？拿什么东西啊？喂，你拿姜片给我啊？姜片是去寒的，拿姜片给我。对，人家是用什么黄瓜？有，柠檬。哎，有，你拿姜片给我，我说奇怪，怎么那么辣？黄瓜有。是不是这个？对，就是嘛，黄瓜多好。哎呀，黄瓜啊！喂，黄瓜是敷脸的，你还吃啊？敷脸？我先试试看，有没有毒啊？看着满床都是。要敷脸，我知道。啊！黄瓜加酱油敷脸最好了。喂，你把酱油弄我脸上？啊！你不是要敷脸吗？敷脸不能加酱油啊，把脸都弄坏啊！啊，对不起。哎呦，把你擦掉，我把你擦掉。不要怕。怎么这酱油那么臭啊？啊，对不起，拿到袜子了。喂，拿袜子擦我脸。对不起。
掉。我是来做脸，不是来毁容的。啊，对不起。算了算了，不要做。哎，对，请等一下，让我服务一次啊，你永生难忘啊。哎呀，你好白啊！人家都是用那个什么枣泥呀、啊，或者是不是枣泥那个柠檬吗？啊，柠檬，对不对？你说我就来了吗？柠檬，柠檬，喂，喂，啊，对不起，你抓紧我眼睛，我会瞎掉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帮你擦掉。帮你擦掉，帮你，这样不会了吧？啊！我来，我擦！我变香港演了。对不起。喂，不要柠檬，不要柠檬。你们有没有那个什么日本进口的？有没有？还枣泥呀？啊，你是说把皮肤绷得很紧那一种？绷紧完之后拉开，你皮肤都很细的那种。放心啊，这个有啊，不要说日本的，日本的不见得好用啊。台湾现在最新发明一种更棒的。哎呀！这一种最好了，什么牌子啊？815啊！喂，那815给我干嘛？水泥漆啊！算了，不要！老板，不是，那是拿水泥漆，没有，那是水泥漆的铜质而已啊。海藻你放在里面，我不要，帮我蒸脸好了。蒸脸，哎呦，忘记给你蒸脸了，等下来。不要拿什么815啊！不会，眼睛有点痛吧？哎。千万不要瞎了啊！要睁脸啊！麻烦你先生，帮我拿一下这个碗好不好？啊，干嘛？你顺便睁脸，我肚子好饿，我顺便蒸蛋呢。喂！我睁脸不是蒸蛋呐。我知道啊。我不吃蛋呐。我吃蛋呐。快，算了，我不要了。哎，先生。哎呦，等一下。哇，你好多青春痘啊！最近熬夜，粉刺也多啊，对不对？我帮你把青春痘挤一挤。来这边就好好做脸嘛，你知道，好的保养。等一下叫那刚刚那个小姐帮你按摩。真的啊？真的。我不相信她可能下班了。没有。你叫她进来看看。哎呀，快点。挤青春哇，青春痘好多。我看从哪里挤挤比较好。喂，你在做饼啊？不是，我给你拍一拍，把青春痘拍出来。哇，小力点啊！鼻头好多粉刺啊！哎呀喂！几点了？现在？啊，现在5点多了。哎呦，我要回家了。哎，脸做好了没有？做好了，你刚刚太累，所以睡着了。哎，做脸师傅呢？啊，他走了。哦。哎。谢谢。妈！怎么不见了？啊？你还会爱我吗？你还会爱我吗？你骗我，我不想活了。